Ben Nazy.该输个 Jinx 不会玩 Jinx， 你们都不会玩啊？其实 AD 都嘛是那样嘛，吃兵吃的多啊 ，Jungle 来有杀二人啊，每一只 AD 都嘛会玩。相反，就每一只 AD 都不会玩，每一只 AD 都不会玩。怎么那么刚好？有人要上路吗？没有哎，该不会是？哇，你台突然多了1000多个人，真厉害！谁？你呀、啊？有吗？对呀、啊。本来就挂在里面睡觉的、啊，我只要重开一次，它就会重弹一次。好猛！弗拉夫，你要玩什么卤蛋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现在觉得玩什么都差不多。玩个 Tons of Damage。有什么现在比较强的江狗啊？艾克、雷格尔，雷格尔现在有屌吗？好像也不错。我看雷格尔好了。嗯、啊。雷克萨。我去尿尿。雷克萨被编。哎，都被编掉了。啊！现在江狗，强的就那几个。我玩个雷格好了，反正我不知道玩什么。要玩雷格？你要玩卡特琳娜，然后玩个坦就好了。玩个途径那些坦的比较好。近坦的不多呢，我们就玩飞艾吧。男生下路应该是安妮吧。We'll bring them pay。我觉得是拉克斯是 support。拉克斯没关系，这样可以。达瑞斯，大哥，达瑞斯，哎、欸，达瑞稳，达瑞斯，达瑞斯，达瑞斯。
你们什么事情是可以提振精神的？谢谢 Demo 抽烟5204，谢谢你。那抽烟以外的吗？唱歌。抽两根烟啊！不要一直叫人家抽烟，好不好？那给我钱。怎么又是四叶忍者啊？真的假的？这刚那一个对不对？欸、真的耶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。靠！又是斋藤龙一役啊！又是 Kiss My Lips 啊！我是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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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角色不一样，角色不一样。教练，我想赢球。很难。为什么会遇到同一队啊？啊、哦！天哪，台服已经没有人在玩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现在没有人会想玩吧？是他们分数跟我们比较接近，还是低端没有人要玩战队？应该是。看他妹！他心里是不想玩战队。看还好吧，五个人一起排，还蛮正常的吧？他们都跑一跑。小心哦、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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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趟。你不等你 Q 他们一下之类的。我的观众说低端没有朋友。哎、欸，也是哦，干，低端 no fucking friends。不要相信你自己，要相信观众所相信。你放屁，观众只会嘴我。观众叫你用他们的符文，该很烦呢、欸。用了就输了，我就要 I'll sue you。看体力用不完啊。超级轻响，你打四下。有。为什么我还是不能掉？会打瑞斯了。好啊，第二溜冰，你妈的。等到我上二之后，你可以帮我点他。点什么？就普攻点一下就好。呜呼呼呼！我像开弦了。哎，干，烦死了！妈的！
Support 不见了。啊！你可以帮我普攻点他们吗？因为尽量，嗯，被动。只好无限斧头战术。我没有眼。没有，我最好。好。好了，就是你没有状态了。滚啊！专心吃冰好了。你有玩面角在那边凶。嗯。我被虚弱啊。嗯，应该是打不到了。我小兵，小兵。没问题的。张狗没闪，潘森没闪，还谁？有杀到就好。哦呦，上路有点凶。我拉夫真是没有办法打达瑞斯了。他无的，你就要直接进来剁我。感谢。我不能打他、哦，他直接剁死我。他能帮我帮你把兵退掉吗？哇，干，超级！那你小心，小心他的背。我流血会死。Oh my！ 还打？我那会打兵呢、欸，你好猛！我打兵所以不会死。没有，我打兵吸血啊。差一秒。哦，只有控场效果有意太难打啦，不愧是我 S2 看上的男人。半身跳过来了，哇，没有技能啊，干，哇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哎谁，你刚刚屌 Q 一个，好好，走了，打不行了。哇，而且 AD 也不是我杀的。对啊，不小心。没关系啊，
你累了。刚没有想到你马上上六是不是？什么？你刚刚上六？没有问到上六，我只是想说你不知道是追不追得到，不想把你拉走。刚刚应该撞拉克斯的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没有，因为我想瞬间的、那个、我以为你自己就可以杀到拉克斯，哦、然后我就刚不想拉你，因为反正在打我。我已经默默单杀他两次了，我一点都不想睡。好，我已经默默被他单杀两次了，我好想睡。我要被单杀第三次了 ，Help！ 干！潘森残血了。哇，上路。不用，你不用来帮我了，我已经崩了。我已经崩了，不用来帮我。那就帮有优势了，不要帮没优势了。我吃蓝哦。妈，死我打我比我打还痛。我怕攀升跳哦，所以可能安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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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哟，这两个很白目。他跳你啊？因为他知道你是鸟屎啊。我在草丛里面闪现出来踩我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打人操作，他有晕。这个打人是操作，就是。现在还晕我。再晕的话，他现在不知道死几次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不按三？练脚。后面。一个上不要闪掉。等一下，他为什么他刚刚那种方式怎么闪的？哦哦哦 ！AD 上去 ，AD 上去。啊，干算了。干那个潘森刚刚闪的方式，我觉得有点诡异。干这些人就是很强啦。强的。厉害，没想哦，两只，不要，快跑！每一场都被压到十三分钟都没有过，大概八十哎。哦，伤害不够。潘森啊，算了，好，可以吗？哦，天啊，我怕他闪现丢我们大。
达瑞西来，去去去去去，他死掉了。哇！我干很多人。居然没有死。那闪走了。嗯。差一点。干、哦，不好意思。啊，那个回 Q 还不错的说。哦，不是吧？太过分了吧！攀升，攀升，攀升！达瑞斯，我现在是真的是希望我可以遇到他，跟他近一点再 Q 没关系。往上路靠。哦 ，upper 八十一，过分了。其实 AD 不在，好像就可以。谢谢 Albert， 谢谢 Albert 八四一零。先吃冰好去吃。也能做一下增强体力啊！谢谢 Albert， 谢谢 Albert。是不是这边？哎、欸，我靠！哎、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完我以为你转胎。拉个屎！哎、欸，拉个别去！小心哦，小心飞车。ALBERT 八四一零二一，谢谢你的 donate， 谢谢啊！增强体力和士气。哇，你没办法发育啊！哎、欸，他跳了，他跳了。嗯，没丢到。谢谢 Perfect Rick 小绿，谢谢你。谢谢你这么晚还在开，给你个爱心，帮你加油，小鱼赞助小绿。小龙一分。现在不玩，现在是早上了。哦，他们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他们头已经很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也没有说什么打得很照劲呢，从来都很难单抓到，哎，干，超猛的。中路小心，嗯。小龙十秒。我没有办法打回战了，我就先推了。好。哎、欸、，AD 回家了。哎、欸，他应该不会。哎、欸，他上去了、欸。那、啊、我们快吃好不好？我们快吃好不好？不过他没有视野，他没有视野，他没有视野。是什么笑声？啊、哦，雷克在笑。那个笑声也太可爱了吧！他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。又在抓谁？啊？抓抓看，看后面被背着了，真神奇，这样子也被背。一定的吧？哇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哎哎哎哎！看，好厉害哦！程度差太多了，奇怪，我觉得是观念差太多，因为我觉得对线并不会输很多，可是干他们的观念嘛超好的。说会战的时候吗？
就是整个地图的那个啊，掌握度啊，什么之类的。护眼装饰吧，护理眼睛没有很好。好猛哦！没办法了。哦吼，哦，哦，这两个，没关系，这两个知道吗？你是你要死吗？特地搞你的。后面这两队要打。小心哦。哇。又这个背。地图真的差太多了。Kiss my lips， 我记住你了。被阴了。我真的记住你了。20GG 了啦。以后如果 NG 有机会遇到的话。就 kiss his lips。事业战队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，明日会更好。哇，我现在那个不行的，我的妆。旁边，我要先回家，我不能打啊，好，跟你们打。我要死哦！上来打！我竟然连他们的蛇破都杀不死！你们把他们比较强，比较会玩。还一只哎！呜呼！大男人组来喽！先别拉，是有，应该没有办法打。其实他妈的，我从来没有妈还一个机会妈可以输出的。哇，我们要被打断了。安妮来了，他可能会闪大什么那类的。我打，要卡死。安妮先吧。打安妮吗？上了。走。换到 AD 了。撞他。家里被拆了。打我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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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那你在这里、啊？你在我这里。啊，不去帮吗？应该是没有人。啊，你是吃那个吃的？小龙在三十秒。哪里是选还是回家蓝掉啊，被断了，跳楼帮你换了，帮你换了，谢谢，对吧？你是拉一点，你是不是吃小龙还是掉了？现在正在掉了，真的，我会拉的，我来了，啊，上来。啊，你在上路，我死，干，我要死，顿差一秒，没关系，算了，他刚刚也点燃都脚了，变成塔，变成，小心安妮哦，他刚才上路，在下，还是可以推吧，我们看一下。我翻身，达瑞斯都活着了，那小心。哦，是啊。啊，你还在？啊，那比较好了。走吧。怎么走？他怎么那么快？哎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啊，干！哇，真聪明嘞！哇！是我们蠢的。被炸了，被炸！又吃完了，干这么快？抓个，他们在蹲这里。没有，他们在上路。是吗？这里、啊。对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上路、啊。
跳了跳了跳了，抓他抓他抓他，啊天哪，我中亚没有按到，哦吼，抓一只攀升都打不死了，我觉得这边没办法，没人在打、啊、不是啊，我刚刚所有东西都往攀升上丢啊，啊，我在打，可是后面那个安妮又打我，啊，没办法，就没人打了、啊。出蓝盾了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连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马上秒、啊，我们要努力对死。没办法吧。真希望，真希望以后还可以再遇到他们。为什么？会有这种感觉，希望自己变得更强，然后遇到一样的人。你根本不用个人变得更。我只是希望我下次可以玩、欸、人嘞，我下次可以是玩我会玩的角色。人嘞，我刚刚开中亚、啊，我不能动了。哦，是啊。我开哎、欸，我发现我开了中亚以后，你大我。马哥，就变成一个超级奥斯卡飞过去吗？对。里奥纳多一定最想要了。下次可以动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可以动，可以动吧？你没死啊？你有死吗？我没有死啊。对啊，你直接回家了吧？知道这是中亚消了之后才移动还是？没有救。安妮，你要讲一下，你要讲一下。我们现在大家都累了，我们大家都累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安妮突然窜出来，我有吓到。我来干嘛？这边啊。没有啊，跑掉了。见。干嘛？我要死！开大跑嘞！开大跑，往下跑。好了好了，开大。啊！旁边旁边旁边。蹲吗？嗯。小龙是不是又出？是他会掉疤的。不会，他会掉疤。我分开了。哇哎呦！妈，他们在吃草。要住的东西不要打，干！舍坡就可以吗？分推的好屌、哦，又是很会掉哎、欸，他们真的很强哎、欸，超会掉的哎、欸，还好了。加油加油，三刀，什么？加入包。个打死打死三个就会这样子了，越来越难搞。
太神啦！真的不适合啦，我觉得等一下再遇到还是不会赢。我已经全力了，没在闹的。鲽鱼罐头跟西沙，你建议是哪样？当然是吃鲽鱼罐头啊！鱼那么好吃，今天中午才吃。现在红棒，buff 掉，什么都吃不到。哇，太凶了吧！安妮。鲽鱼一开会臭死，哪会啊？你们到底有没有吃过鲽鱼啊？鲽鱼跟鲱鱼是不一样的，有没有可能？鲽鱼罐头跟鲱鱼罐头是不一样的东西。那我就吃八龙了，没办法啊。巨大，多少？应该堆在某个地方，然后出来干我们。我冲进去，慢点慢点。刚吃掉了。拜托，他在后面太强了，他们伤害很大，已经打不赢。好嘛，那要不然就投了嘛。对啊，他怎样都打不赢，那就投啦。没办法了，打不赢，累了啊，不行了，算了，今天注定输掉了。了了真的，我们应该打第一场赢了就该。敢谁知道啊？怎么明天放假啊？真的，哎，还想说今天可以上瘾，上瘾啊！看，还是没办法，我们是固定注定当个死铜牌。手势还没到，哎，鸡巴的！我先关台啦，不公。好，宝宝，你们全部睡觉啊！我打你妈了，感受不了，操他！干太红啦！鲱鱼罐头跟西沙，当然是鲱鱼罐头啊，鲱鱼罐头也很好吃。为什么你在重复这一句话？因为他们刚刚说的是鲽鱼。哦。然后鲽鱼跟鲱鱼罐头是不一样的东西。鲽鱼罐头不是那个很臭的那个吗？你说什么？鲱鱼罐头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可是也很好吃啊。很好吃。也很好吃啊。我跟六探都有吃过啊。六探你也觉得很好吃？觉得还不错啊，可是要处理一下啊。吃起来就跟豆腐乳一样。可是不是很臭吗？啊、你不要一次吃一条鱼啊！豆腐乳你会一次吃一罐吗？哦，我以为它打开就是不能接受的味道哎、欸。是啊是啊，就是一个蛮臭的，可是臭味、啊、可是尝起来也还好，可是吃起来就是很像豆腐乳啊，闻起来是臭到不行，没有错啊，可是很好吃。你可以配饭。鲽鱼是很常见的，跟鲱鱼罐都不一样，鲽鱼。凯撒沙拉酱里面就有鲽鱼了。你知道刚六探是说他回家补妆哦，不要打不要打。然后他是说不要打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门口睡着了。干，叫你不要打了没？我说这样，我说你累就不要打了没？对啊。可是真的很想，超级想。可是你这样就更难赢啦、啊。可是我刚刚有很努力啦，只是在你说不要打不要打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是在你、哦、不要在那边狡辩了。真哪有？哪有？就在啊，状况不好。
你们白天应该没有谁要上班上课的吧？有，不用啊。我不想睡，我想去玩我的契丹大神。看，体育直接吃很咸，体育板又不是拿来直接吃啊，体育是拿来做酱料啦、啊，或者是直接吃的话就是少少的，然后可能会配面包啊之类的。体育。傻眼。叮叮。对啊，体育很常见啊。你们说的那个应该是鲱鱼罐头啦，那个真的很臭，但真的蛮好吃的，没有在开玩笑。那怎么吃？你说鲱鱼吗？嗯。就怎么一样啊？当豆腐乳吃就对啦。哦，配馒头哦、就是，或者是你可以配面包啊，然后一点点呢、啊啊，冷盘呢、啊，调味用啊。天哪，我明天正好吃披萨，我现在看一下披萨它的菜单好了。我要看拿破里的。韩哥，赶快去睡觉。你们那边有拿破里吗？有啊，主委有拿破里啊。哦，比如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什么时候要跟你约？你不是要唱歌吗？可是好像没有时间哎、欸。你那么忙哦。下礼拜。哇、哦！一把必胜客网页打开就快要死不了。好了，我先关台了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先跟观众 say goodbye。可是拿破里的披萨不好吃。我也觉得拿破里披萨。对啊，只有炸鸡好吃。干！我要一个人吃一个五八任你配套餐大披萨。我也关台啦。哇、哦！大披萨一个加热烤类任选一种，或意大利面一份，焗烤千层面除外，点心类泡芙除外，或饮料一份。谢谢谢谢所有今天订阅跟 donate 的观众们，还是我是428必胜学生套餐陪我。快八个小时，还必胜 Q 大披萨一个，黄金血一块，必胜 Q 披萨真的蛮好吃的，真的吗？我睡觉了，大家晚安。皮真的蛮好吃，就是 QQ 的、啊。如果你喜欢 QQ 的皮的话，398小家庭。